版电影《芭比》将在本月二十日上映，在首映会上播出后，收获众多影评人的正面评价。女主角玛格罗比在宣传期间多次以芭比的造型现身，男主莱恩·葛斯林也以全新的气质亮相，在全球掀起了芭比粉时尚。该片找来不少知名演员客串，当中就有性感歌后杜瓦黎波，她在片中扮演美人鱼芭比，除了以各种颜色鲜艳的造型亮相，让人十分期待她的表现之外，身为歌手的她还为电影献唱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人鱼般肯尼竟然找来了前摔跤选手约翰西南出演，一身健壮肌肉的他这次不以硬汉形象出场，反而戴上金色波浪长发和贝壳项链现身，巨大的反差小凡众人。至于他演出的契机，则是因为某次在餐厅偶遇女主角玛格罗比，大方请对方吃饭后，玛格罗比邀请他出演人鱼版肯尼，他本人想都没想就马上答应了，力挺好友的态度展现了两人亲密的友谊。Bye.